多和我同龄的成都人是在一声声回荡在巷子里的吆喝声中长大的。担担面、红油抄手、鸡丝豆腐脑，吆喝声一响，好吃的就来了。当然，我最怀念的是老成都的蛋烘糕，得有20多年了吧。走街串巷的吆喝声好少听到了，好在有些好味道还可以陪伴着下一代和这个城市成长。有段时间我跟抱抱我们两个的关系比较紧张，你在做事情上面很多理念包括你做事的方法就是都不一样，就是我俩情绪也不好，我说能不能就我们就先不见面了。那时候我要结婚了，还是给他就是打个电话。当我赶到的时候其实仪式已经开始了，然后我就看到姑娘站台上跟她老公一块，其实那时候心里就觉得总算嫁出去了嘛，我当时心里很高兴很高兴。这就是美的。